拜六的晚上，那在金石堂的神宗殿这种漂亮的场地跟大家见面。我是博士自助的一方，大家叫我棒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谈关于跟台湾的利益以及石油非常有相关的议题。那其实台湾是拥有石油的，可是这个话题从小到大的课本里面都没有提到，甚至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面也很少谈论这样子的议题，但是这却是和台湾的利益以及一些资源非常应该说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却很少人提及。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守护台湾去保存这本书的作者曾静元律师，那他现在就是在为台湾这样子的权益跟利益呢做非常努力的争取。那他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欢迎他，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的状况，以及我们该如何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请大家用掌声鼓励欢迎曾静元律师。哎，谢谢。今天是三八节啊，嗯，各位女性的同胞，谢谢。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台湾有记者问这个问题吗？我来讲一下我对话。台湾的记者人在哪里呢？那这记者人价值有多少？在哪里买房子？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估计，南沙、南海包含已开挖和尚未开挖、未发现的油厂在内，蕴藏量可能有281桶，各种天然气含量25.5兆到56.6兆。16.6兆，在美国能源企业宣称哈，这个天然气有190兆立方公尺，但光化天然气有多少？这天然气中国2012年全国进口为天然气是1.146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25.5兆足以让中国13亿人口使用176亿，还能带来怎么路？人口3亿是台湾的56倍，所以176乘以56等于是9000多人，将近10000人啊。所以说，被台让台中10000年的这个天然气啊，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计保，应该是过一过了啊。这个新南青岛指的是这个线红线围起来的这个地方。我在下一张，应该是对的。那是新南新岛，啊，这个是1939年日本把它并入到高雄市。1939年3月30号把它并入高雄市，所以回到台湾的观点了。建鳌分控体，但他没有把这个新南新岛从台湾割让出去，所以。这个地方目前还是属于台湾的啊，那台湾目前基本上只加太平岛这马附近的啊，有还有附近的啊，建民公这些开始起比较大的关系。那这样子，西南青岛来对这样子各个是西鸟岛，那边才贵200元新台币。好，那个这里有一个万安北二十号的油田加啊 ，A B C D。DHIJ 啊，这个油田是就是万安北21号油田，它是美国一家石油公司跟中国租的一个油田。它这个人老管的，那老豆哈，根据这个人老管的话，有岛的话可以划200海里，它这样子的豆叫做西鸟岛哈，它这样叫西鸟，起码叫南威岛哈。中国叫南威岛，那加200海里的这里千千哦，这里有点多，你那边本土经济还在这里，但是越南嘛有，这嘛就是点哦，越南的公告的，在这里点哦，这200海里经济还是订单，这有点在他家，从北岸那边画这中线。
这个关系哈，这边是属于越南的，啊，这边是属于台湾。啊，这印尼广告一个店哈，这个标识的，但是蛮蛮快就是200海里。啊，伊往那从的 SY 哈，这 SY 这边是印尼的，啊，这边是台湾，所以台湾是 BCDESYD 的广告。这个是咱本案的真实店，真实的一家的哈。对，这个区域是不是咱台湾？那住这种企业，我们主张在主张说，而且在大环境这边注意嘛。啊，你讲这是你当年在证明，哦，啊，证明你家啊，这台湾条约哦，从这个福尔摩沙永远让你给日本啊，第五年轮啊，第二点，完全第二点，中国将管理下该地方的权利啊，并将该地所有堡垒、经济、工厂一切公属都让你给日本，而且。发给我们高股价的，等于换业绩之后，签了新的托交费哈，托三轮，啊再一个托摩沙，单单共你公司托摩沙的完整主权哈，托三轮永远让你给日本，这是1896年的代志哈，啊过来，过来这个西鸟岛，我这里，这个西南群岛并入南董路管辖哈。1939年3月31号，日本政府发表这个将西南群岛编入领土，并通到美国华府，也在进行。他说，日本驻美国大使西蒙哦，通告美国政府，基于西南群岛过期的土地哦，日本政府遵照国际法的规定，通告先暂取得意图哦，然后将建立某些建筑物哦，以先有西南群岛哦编入哦日本领土，而日本驻美国大使像这个留言报告官方的原始记录哈，都有这些坐标了，跟奥运的比赛上。啊，1944年的西南群岛，台湾总督府1944年出版这个最后一个统计书哦，台湾总督府46统计书在土地方面包括啊，台湾全岛是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加西南群岛，啊，吉兰跟吉西都在高雄州哦，高雄市。啊，西南群岛有今嘛西南沙岛跟西沙群岛。哎，公公现在有没有听不懂？听不懂可以随时发言。那就是有公这西南群岛是台湾的基本功能啊。啊，过来二战之后哈，这1945年9月2号哈，这一般天气要规定啊。因为在福尔摩沙一日先兵上蒋介石投降，啊，这是平地都是很多个简单翻译一下呢。对福尔摩沙，我这福尔摩沙在日军哈要向蒋介石投降。那这样子，这是盟军发布的命令，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他呢上手了，从这个命令来看，蒋介石在。美国这个麦克阿瑟说了，在台湾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在福尔摩沙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所以这里蒋介石也是受命的一方哦，受命令的一方哦，而这个是军令哦，不属于那个特性，就是上面下手。啊，过来讲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第一例哈。跟联合国哈，跟联盟国了哈，承认这福尔沙问题全面哈。就像和平条约第一条 B， 承认说，承认这个日本有完整的主权。啊，对了。开始。二 A 哈，日本承认独立了，朝鲜了哈。放弃与让是欧亚的特点对吗？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并放弃朝鲜的所有权利、财产请求权。他先，联盟国先承认日本有完整主权，然后日本再放弃朝鲜，并承认朝鲜独立。朝鲜的独立就变成朝鲜人民共和国跟大韩民国嘛。那第二批讲片与让是欧亚的特点对吗？就我们在这里公布。日本放弃
沃摩沙黄炉的所有权利啊，这必搞的啊。沃摩沙的家啊，问女浪子，他这朝鲜的家问女浪子，但朝鲜给的承认独立，所以朝鲜独立成朝鲜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民国。那他呢有没有独立之地？从这里来看是没有独立之地的啊。那这二台主人讲，那女浪子包在里面的可怜嘛，这南沙跟西沙。那些西沙、南沙没有独立出去，同样没有独立出去哦。这东西，这里头讲的是不，嗯，台湾的附属岛屿哦。那这第四条 B 哈、哦，第二条 B 第四条 B 来第二条哈，有关的讲哈，第二个等于呢，第四个你等于高雄人哈，然后第二个叫附属建筑物哦，它有出分。大没关系，主任沃摩沙的权利有，这第二条跟第三条权利，这些领土它有主任权。啊，第三条是这里琉球的哈，那琉球起码主任的结果上哦，台湾独立嘛，那这里第二条台湾呢还没有主任啊，我觉得那个主任呢，别搞战略哈。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美国国防部维持美国对抗任何威胁台湾安全的武力及威胁的能力的哈，此项义务包含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战略，我们都有点承诺，我们的区域军事态势啊，行政当局承诺该地区维持十万名部队，以应应该区可预见未来的形势啊，使十万名部队包括驻韩国的美军第八军团、第七支空军，在日本陆战队第三联征军及第五支空军，以及美国第七舰队。这里主要是对的，这里主要是2001年12月19号这个 AIT 官网上面有这个东西的，就是说他现在还有哈、哦，有十万名部队在保护台湾。那这第七舰队发广回哈，96年是卖了台湾，好、哦、是不是？啊。那现在其他人是差不多印象，但是一些就是点下来啊。但是美国撤侨人台啊，海关由 AIT 办理 ，AIT 赶走台湾的海关，亲自执行海关的行政权。AIT 这是3.11啊，3.11日本大地震啊，美国撤侨了台湾，他被起来台湾，中华民国在这里，中华民国海关在这里。AIT 入关了，所以这两个你把料不处理，现在你们出去不知道啊、哦？知道。那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8年9月4号关联电台主张哈，美国让武力占领台湾澎湖群岛。那这是2014年6月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度化给的刘府秘书长，那就等到给会员的重申。美国仍然持续占领台湾啊，这是还跟我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说美国武力占领台湾，这6月9号，这个这种资料来源啊，那你打被预告怎么讲？另外，就另外一条第四条说，美国军事政府要等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有处分权，大家。还跟我讲，美国武力占领中，啊，另外法律也符合实际的状况嘛，对吧？而且，啊，这个，那这个地方，有人觉得好像这里没有美国啊。我再举个例子啊，咱台湾上大的一点就叫清泉岗，它有多大知道吗？1800公顷，啊，但是这个台中。那个航空站啊，多大？60公顷而已。它不是1800公顷占地哦，不然在1800公顷的那个空军基地谁在用？不知道哦。也是一个利用啊。我说，那个台湾的计划，反正现在是在美国武力占领中。它这样有什么效果哦？再过几条，这。啊，我觉得是 NFA 哈 ，The United States 啊，是 The Prince Occupant Power 哈，美国主要占领国，这这就像我们的23条 A 啊，
这个结论啊。啊，战争说要下火嘛？战争就讲，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14年1月54日决议啊，重申要各人民自由决定自对自己自然自然的权利嘛。这状况就很模糊嘛。但是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的哈，海山占领垮台嘛哈，阿山占领垮台，伊拉克没有办法代表伊拉克人民，那自然自然归于伊拉克人民自由决定啊，在伊拉克人民自由支配自己自然间。占领期间啊，那写啊，这2007年7月12日，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啊，同称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向各国国有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他们或者耗尽这些资源，建他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他们耗尽这些资源，那被占领。地的阿拉伯人民有这个潜力，有各个国有潜力。相反的，台湾如果是波摩沙是被占领的话，那么波摩沙人民同样有各个国有潜力。这个可以理解吗？这个结论的中，被占领地的自然资源是被占领地的人民所享有各个国有潜力的。咱拍这个关系哈。打这个官司，这个阿维斯那个公司对苏苏维丹提诉讼哦，要求该公司停止发展淡甘蓝中国海石油天然气哦。那依照德国在休斯顿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起诉状哦，该公司在蓝中国海发现无一种石油系列的加冕光水天然气，但部分地区为西南群岛跟经济海海域啊，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跟经济资源相属于被对他人民，这是咱去保护这个。台湾的纪保的嘛，就是这里、個、就这个是所以他那边去提这个诉讼，我觉得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安国反对，他说这个自然资源部分地区啊，部分地区的刚才那个图啊，有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地区是属于那些经济含义，好像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权利，而且。2014年5月18日，奥巴马7点13点说哈，中国在那里做的是美国准备应对这个中国的侵略哈。啊，那么关键是美国是意外国家，啊，美国说它是侵略，这是啊，这个地方刚提南台湾提遇到，这个是在讲981断流平台。981断流平台的时候哈，2020年5月，啊，中国在下个十月的美军的船号去啊看看，啊，结果电缆抗议，电缆抗议说他侵害他的端水经济海域，但是奥巴马更直接，侵略，准备要跟他这七点军校公文嘛，准备要推动中国的侵略，那中国最后怎么样？中国最后是撤离这个断流平台，就这样啊。中国后来出了一个声明，叫西沙分岛。这个地方有个东界岛哦，这个地方有中共的驻军在这里，中共的驻军的家哦，是西沙啊，三沙市这地，在这里啊。那它的断流平台在这里，这个叫981的啊。也放在这里非常之佳。以这个东电岛，东国驻军16海里，离越南这么远，离越南是133海里，这样逛吧，133海里。那这越南的抗议，他们刚提，如果说如东国说主张这个东线在这里的话，那越南抗议好，那东国当然要攻击这个侵略。阿拉克公200海里，就这样子。他嘞，各位觉得很奇怪，这里是中国在这里面，那美国怎么说它是侵略？因为中国是占领，占领的话就没有潜力，他就不能去看它，所以美国说它是侵略。
这是联合国海洋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规定的，就是沿海国有专属的探勘权。啊，这个中国不是沿海探勘，中国不是沿海国，一起占领国，它不是沿海国。啊，这个就是多，这是咱的新南新党啊。日本在1939年把它编入高雄市，编入高雄市是包括西沙，跟新南青岛有扩大，后来有扩大，包括这些西沙，甚至东沙都包括在新南青岛里面。而且新南岛200海里，它是越南这个临海基点啊，加个200海里，那是印尼的啊，200海里，它这个是咱的有点咱的顾虑有点加了。DCDDS 关系，那是一点跟 S 等于稍微重复的。那今天你看最新的进度，开始我们搞在这里哈。这里最新进度显然啊，我们在今年的1月2号发现哈，被告在7月3号以290美金哈，将这121号油田哈卖给不明的第三人。他原审在8月8号判决说，被告在121号油田没有直接的利益。啊，我们在1月9号向第52号上诉案提出，他的公司对外给不实陈述的补充陈述状啊，提供一在一这个资料啊，申报这个资料，2014年。11月6号，他的这个公告，就是他卖了290万美金，这里出了这样，然后你讲，你换你不来攻击，没有直接利益，那但是他把它卖了290万美金嘛，他一不搞换你讲嘛，他叫人来发嘛，所以嘛，你接下来这个关系哈，大概。我们请一个，那那为什么现在能怕这个官司？老百姓为什么可以打这个官司？他就讲，我讲，那被占的地人民有这个权利嘛？他那那建给他们损害，那损害人家，人家一百家，他卖了200几万美金，就让你损害证明。后来，这民告呢是胜诉以前被开查，有没有可能？那如果说我们胜诉的话，确认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啊，那也有报道。刚才那个我们一起诉，他就有报道，所以这里媒体有报道。那美国所有公司败诉，要不要赔偿？当然要赔偿。问题来了啊！被告如果是要去在营地探勘开采，是否要跟台湾签约？要跟谁签约？或者说美国政府要不要保护美国这些公司？如果是他跟台湾签约的话，美国政府要不要保护？那如果说我们看上面这个图哈，这个图从这里哈到这个中国大概1000海里。它是到绕过这个马六甲海峡哈，到这个印度洋，然后到再到波斯湾去哈，这个大概要4000到5000海里。那你南极这边游哦，至少印会可以省5000公里的印会，5000公里印会往前讲，一顿哈的印会大概1.7块钱啊，那一顿你就先被1.7乘以5000。像姐姐就生很多利息了，所以说他会不会来中国要不要买这单的石油？应该会啊，国家利益嘛，就是赚那么多。啊，基本上就是讲，谁有钱代表他跟石油公司签的，上午欢迎代表，那那石油公司签的，啊，这里。输了62页啊，我们主张哈，原告们所共同认为的是基于一个单独
整体不可分的权利来对抗被告，来主张这个权利哈。谁有权代表台湾来行使这个一个单独整体不可分的权利？你都在海域哈，你不要到外分割嘛。小一单的保护权，这个也三分两，这个也三分两，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共有的权利嘛。那这是谁可以代表？被告多钱？被告保险公司打官司要钱，这个可以了哈。但是要授权他去继续探班的话，这个就要共有人前提同意了。讲这个可能就比较深一点了。再数一遍哈，《人民国宪章》77条第一项第二款哈，因二次大战哈。结果是敌国分离的领土，这个为什么嘛？这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谁定的？英美定的哈、哦。英美说，二战时是二战的结果是敌国分离领土，啊，这个敌国在哪？二战的时候，敌国美欧美的敌国是日本的，啊，还有就是德国、意大利。那就普尔摩沙的话，就是从日本分离出来的领土，对吧？啊，这就分离领土。然后你这个叫什么义务？国法的问题。分离领土这讲这一条在讲国法的哈。那国法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国法的话就是73条规定。包括过，七三条有规定，那我身上73条规定说，其所固有或承担本身的领土哈，以其人民尚未政治自治聪明程度的话哈，按各领土及其人民特殊的环境哈，及实际化阶段发展自治，这个固有管理责任的国家有协助发展自治义务了哈。这是，这个是。美国是不管理这个国家，因为就决定分属军务嘛。另外是就让国家是势力来调度军务。阿里马派长来跟你报告的吧？你是不管理这个国家，他有协助或谋杀人民发展自治义务，非占领地自治义务。后来这是大花协议的时候，1933年大游行啊。有超过20万人，超过50万人集合嘛，哈，集会，20分钟撤退，地上干干净净的，最终4月3号，这个亚太驻青啊罗素哈，在参议院和下议院做出这个声明哈，双方的support都看到他们啊，对美国、对日本、对台湾强烈支持，这个这是第参议院和下议院做证。讲出来的话，这是很正式的话，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支持。那讲这个时候，伊是加个是多啦哈 ，also help our friend in Taiwan 哈，这个是嘛，伊是在这里跟台湾国共这个有没有？好像跟美国为什么要讲支持？他最后是选总统有法院吗？为什么要讲支持？那个叫做国，那个叫做中华民国嘛，哈，啊，那这自治就是，是台湾本身的哈，这不讲啊，你那个这个新闻就是备战，啊，备战的直接打中国军事了哈，啊，其实这个中华民国它是战的话，你是讲了哦，另外一开始看那一般兵、一号兵，你说美国命令在台湾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没有，美国命令在台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所以蒋介石带来的这些人，蒋介石带来的这些人是属于占领方，就是蒋介石的这个政府啊。它是战狼的政府，
那备战团的人员有自制的问题，所以一个你一概协议哦，不要人家迪拜哦，所以这美国就表示说支持他的自制。另外，公家可能不像本单来的哈，这公家现在改短信新闻哦，那这是参加的条件哈，参加的人要有日本时代公民刚毕业后裔的哈，一本书为184页，上述的决议也是以其为日本时代的公民及后裔。他上面主张不同于日治时期没有居住在台湾的台湾居民，日本时代没有在台湾居住的人，跟日本时代就有在这边的人，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啊。他这是参加条件。那共产党官条约哈，第五条哈，他说等业批准是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让你。中国让你地方的人民验迁机，让你地方是外省，认对对外所有产业归入境外，但限满之后稍后迁出的，都会视为日本成品。啊，这1989年6月17号才省剩了两年啊。如果说你还住在这个地方没有退出的话，那就都会视为日本成品。所以这个兄弟，台湾史兄弟已经连战跟韩国政府公科比起上黄领了啊。他没有讲错，其实他没有讲错，科比搞不清楚了。啊，那些那个规划时间嘛，这个这是民国3年5号2月5号的公文哈。连雅堂，即连雅堂成称了连吉福建龙溪县县级，日本台湾台中厅台中街啊。是依照中华民国国籍法18条的规定啊，出具验书、保证书啊，请西阁户籍等签来啊。查令来堂说，请回复福建龙溪县连籍合影，国籍法18条规定相。你那公告会做进来，去恢复中华民国国籍，还是规划中华民国国籍？两年站台公文没？你认他爷爷去申请规划中华民国先户籍一？你讲他已37岁哈，你俩谈的时候3000，那是民国3年是1914年，他就往1898-1895年，所以17年啊，起码要经过17年才去申请规划。你本来是中国人，他马光台湾要跟他一起在位，爱三十岁了，请去申请户籍。他那说，马光台湾之后才出生的人，他就会规划。你出席时几分了，所以你哪边变成过来还有申请规划。啊，你这里人家讲你出席时几分过来，啊，你想说规划就日本人，那他现在变成中华民国的话，他申请户籍，他家里够一，那些阿公有一申请户籍还是一申请规划？啊，如果说没有申请户籍也没有申请规划，啊，那么你们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嘛？这个就会有疑问了。这是台北合约啦，台北合约这个台北合约哈，台北合约目前独派哈，没有人搞清楚台北合约第10条在说什么。目前呢哈，目前呢，没有人讲清楚这一条在说什么。好，各位同胞们哈，回导音二啊，这个回导音二在国会审议跟条约时说啊，国会审议的跟中华民国的合约，并非以决定何处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谁是中华民国国民为目的而做的谈判，在这里并没有写着关于其领土及领土的归属，或者是何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这样的协议啊。这个在台湾国际法第171代表其实黄明敏黄昭堂的。合著啊，在秋雄翻译嘛。第二个这里啊，我们第二个的美国国务院相信我们在8月30号、298号方案大致上合理，措辞应该谨慎为之的。就条约的目的，
不应以领土一词来暗示波罗摩沙在法理上已经是中国的，以此作为对联合国未来行动此作为啊。如果说你把这个波罗摩沙当成中国的话，那么将来联合国未来的行动会造成困难。同时也相信此事啊的决定不应该只由中日双方安排，就中国以及那个当时那个外交部长跟双方差了有共啊，叶英超，叶公超，他有讲说，即便日本要把这个台湾送给中华民国，他还不能答应，不可以答应人家哈，就是不能由中日双方来安排。叶公超有共，还有那个第四条的性质哈，请问你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哈？中华民国国籍应该包括哈，你共为。四维啊，包括啊，依照法律而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下面依照中华民国国籍法，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原来规定的哈，1928年国际法第一条规定哈，这个18年的国籍，刚才那个廉政平台官网有这点哈，真实互为中国人的话，他有中华民国国籍。2006年的国际法第二条规定哈。下列的情形是中华民国国籍，出生时户口符合中华民国国民的话，那么他有中华民国国籍。那请问你们出生的时候，你们的父母是哪一国？应该出生的时候，你们父母就像科比啊，像科比的公，科比你把他当错了。你公你阿公是喜跟着日本人，还是喜欢多少人？那你把是小学教书的啊？他蛮喜欢的，啊，所以公你分期待哈，你把都被人家公就是这个小孩子要教育哈，所以不得已改姓啊。改不改姓跟是不是日本人这是两件事的哈。你不改姓还是日本人的。那这个对话还有3点判字哈，4245哈，规划一国一阵由外国人自愿啊。无由我国政府强制去规划这里的，不是因为你光复，你所有的光复，你就当然归入了中华民国国籍啊。不是这样的哈，他说没有这个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那孟家，孟家没有，孟家，各位有没有什么疑问啊？这个时间是有2个小时的哈，那今晚可以开放各位提问题啊。那我能够回答的，尽量跟你回答。好，那我先谢谢邓律师，就是帮我们准备很多资料跟详细的解说。那先用掌声欢迎邓律师。对，那我就是还有些时间，那如果没有，你没有对于刚才的内容，或者说你觉得哪些并不是听得不要非常理解的地方，那现在都可以。连战跟塔博这个有讲吗？塔博正是在写报告专门来讲这个事情。这个塔博正有讲吗？好，那因为我是想说这个其实有这个问题，然后背后就其实很复杂，关于台湾主权的这个话题啦。那我想说，因为其实，这个媒体啊，就是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常报道这样子的议题。那就是想请问这律师，看你当初是怎么样发现说这个新南案，然后那就牵扯到这么背后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话题啊，从2010年哈，奥巴马上台。都要充满走红眼，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的能源安全》，他里面有谈到说，中国没有经过当事国同意侵入南海岛屿啊，比如1992年跟本案被收，
签的这个联合档案而已。美国是用侵入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个武器业务，那这是美国陆军的战争协议出的切啊。那所以呢，关于这个名啊，这个有公信，这不是报八题，这不是八卦，这是战争协议出的切。啊，那这当然是有信度啊。我按照开始比较研究，啊，你日本讲都一样。这克里斯通1992年签约，签约哦，这是什么契约啊？那个变什么？哎，这好像在台湾 的那个专属经济行业对，他都有研究各吹，他、啊、当然是相关的点位，哦，就提出对啊，这就那个条约啊，啊，跟一般面定、一般面定啊，占领问题，他、啊、就是占领一个吹的这些国，这个安理会的决议嘛，大会的决议、经济理事会的决议，都说占领地的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通过这样的国家切信来哈，通过这个经济条约嘛，条约嘛，这个这个有协议嘛，那、啊、所以就研究去告他。一开始我们跟美国律师讲的时候，美国律师不太同意我们的判，他们回去要再告，跟他谈的，他勉强接受一个小时的咨询哈，结果这一个小时他同意我们判，他在。谈话的过程，他在讲说，那我可不可以要求他们来听这个话哈、哦？他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来，后来同意就是说研究这个可不可以起诉这个问题，研究完现在两块美金，研究这华西一旦卡了，啊，结果2013年7月的时候我们再去了，两个月之后他起诉写好了。在起，隔一天7月24号就起诉了。他起诉有跟金马有最新状况，跟各组的最新的状况。这个，应该是3月2号，今天是几号？3月8号，一个礼拜前啊、哦，这个菲律宾啊、哦、自动在里勒谈了，就他跟这个英国的一个石油公司在那边合作，看看这个里勒谈了。他自动停止这个看台，他说不可抗力的原因哈、哦，所以说他停止。那这个不可抗力是来自哪里？天灾地对吗？还是战争？金马山塔湖战争呢？那我们说它是天灾，不可抗力吹出来，来自于外交部，来自于他的海防单位，外交部及上海同志预告了，用爆破击毁。那是美国嘛？美国造就的，美国才有力量，才跟他讲的才会相信他。因为这个菲律宾他是就让他们了解签约国，但我还蛮关心，就让他们了解签约国。981中国从西沙撤退，那、啊、这个，那、啊、这三，这个今年的三月哦，这个菲律宾停止谈判，那、啊、菲律宾基本上是一些的黄海，这个黄海政治上台哦，一个德国的帕华西的，他主张中国没有这个权利，那、啊、结果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利，哦，那、啊、他对这是这样的权利，越南的吗？阿比狗的吗？也不是美国的呢，美国占领，美国只是占领，他没有权利去开采，那谁的权利？不是各位吗？各位的权利吗？今天，你说你今天注定呢？哦，对对。你说你的义务管理的责任啊，你是占领国义务维护的责任啊，所以今天注定吗？义务协助我们自治的这个义务啊。哦，阿刘公，这是最新的状况。啊，今天又一个新闻。这个张细成啊，这个林立方报出来啊，7年9月13号跟美国之音讲说，如果民进党执政，就要让他放弃南海的主权。如果民进党执政，要放弃南海主权，今天的新闻啊，看看没有？他其实他放弃有没有效？以碰击嘛，对吧？
他是代表的是，他如果执政代表的中华民国嘛，那、啊、中华民国他没有主动权啊，要放弃是美国才有这个权利放弃的，啊，美国放弃要土地哈、哦，那么这个你要被淡掉哈、哦，动产要丢掉，丢掉就是我们丢掉了，啊，这个准备淡掉，跟他丢掉。OK， 这个房子要丢掉的话，是不是跟这个一样？丢掉这个房子就丢掉了，丢不掉、哦。这个要怎么丢？哎 ，Q 下下来了，我写一个书面说，我这个地方去，你这么大厝，你下个公告哈、哦，说这个房子放弃贴在墙壁上，这样会放弃吗？你是主任前人啊、哦，但是你这样放弃也不行啊、哦，你一定要去登记哈、哦。他如果是对象，你觉得销售的对象，这个才会构成放弃哦。哦，不懂站起来，他和公共的海域，这个国家领土要放弃，怎么放弃？你那样子的放弃啊？放弃如果没有人占领的话，如果你真正的放弃的话，那没有人占领的话，那就会有所谓的会定论的问题，问题就是这样啊。问题你要放弃还要有收购的人，请问台湾还有吸得住的吗？哦，割让给香港，割让给日本，福尔摩沙的完整主权，这个才叫做割让，才叫做这个才有放弃的效果。那、啊、如果说你单纯的只有放弃的话，这个会发生占领的问题。跟你那时候要离开的，可能这里福尔摩沙、南沙、西沙，这个是美国占领。它、啊、占领就会发生刚才那个问题啊，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嘛，占领的话，占领国不能去开采，危害当地发生这些资源，它、啊、被占领的人民有这个权利。赶紧啊，我放三五点。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梳理出来。好，没关系。那如果那个大家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问题的话，等一下曾律师还会再留下来一下下啦，所以就是如果有要想要跟曾律师讨论的话，都还可以再留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交流一下。那今天活动其实就差不多到就是到这边差不多为止的，那没关系，就是等一下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留下来聊一聊。对，那请问这本书里头是看完了以后是不是对整体？对，基本上看完之后，因为里面甚至还提供蛮多资料的，对啊，那就是看完之后，基本上会对这样子的事情会有一个比较个人系统性的一个概念出来，对啊，那就是说，那其实书也都在摆在外面，如果还有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一翻，那有问题都可以还再跟我们讨论的关系。那今天活动就到此，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之后希望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可以再跟他看见各位，那也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我们曾律师，谢谢各位，谢谢。